薪资待遇四缺，一个月四缺，你有12个月。那不发财了吗？你好。你好。你这里还要招工吗？招啊，我们主管在那边，去找他吧。啊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这两天赶货，大家多辛苦一点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辛苦了。哎，旭旭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他是我们主管。他是你们主管啊。哎，小龙哥，你怎么来这里啦？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外面有招聘了吗？一个月4000块钱吗？那个我就过来应聘了嘛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呀。我们现在正缺一个扫地的。扫地那也可以啊。那什么时候上班？如果你真想做的话，现在就可以上。那好，现在就上。那好，来，给我来。我的东西呢？哎呀，我这个还要呀、啊！这个还要的？我眼睛不要了。What?